提醒您下期看点。牛年来了，你好李焕英剧组，贾玲、张小斐、陈赫、包文婧、许君聪为你带来解压的新方式，陪你欢乐过大年。小斐加油、啊、我没有想到这个游戏这么好玩。你现在浪费的都是你立瓶子的时间，我抱着你我还是可以拆的。场面太失控了，把你面前这个框里所有的球当作压力全部掏空。不惜上场、啊、解压和泄愤不是一个概念。他们比拼演技。爸爸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斐妃吗？皇上，我是你的爱妃呀、啊！你是爱妃 plus 吗？我他们比拼默契。接下来环节叫做让你唱的快乐。如果我们过了的话，那就是你们输了。退一步，感觉这个舞台上道具都是你们说了算。请听张韶涵。高风亮节，各位。这里面一共有六层气球，加个钱来接受惩罚。全新企划，滑滑的世界，冰上追逐赛，快快走，跑，快走，走，林姐加油，加油，追，冲，冲，冲，加油，冲！他们来了，把他拉出来，等会啊，对，我把红队唯一的累赘卸下了，我这个没有啊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，没有见过这项运动吧？好艰难的这一对，三人接力吃冰的游戏，漂亮。学过杂技吗？你们还是丑。